来，什么东西？今天到这个荒田里面来抓小龙虾。这块荒田的话，曾经是有水的，现在水干了。今天来抓一下小龙虾，碰一下运气。哎呦，看起来的话，曾经有人来抓个小龙虾了。你看，这边有一个坑，挖起个坑来。哎呦，看，这边的话发现一个土包，你看，估计的话小龙虾。来，哎呦，看见没有，洞穴出来了。我没有估计错的话，应该是个龙虾洞。挖开看一下。好硬哟，用手的话根本抠不动。现在再把它撬深一点。你看，挖出一只小的。哎呦，看，这也太小了吧！你看，太厉害了，这个龙虾，这么小一个龙虾，打这么深一个洞，你看，这里发现一个洞，水还是浑的，你看有水，水是浑的，应该洞里面有龙虾。果然，果然有，你看，看见没有？出来了，哟，把它的脚给搬掉一只。这个杂草下边发现好多洞啊！哇，你看，看见没有？一喘下去，你看洞穴就出来了，看见没有？哎呦，好深啊，这个洞穴。哎呦，下边还有洞，你看这个地方还有洞。哎呦，看看看，哇，什么东西？你看，挖到第三串，又发现这个东西。你看，哎呦，是个什么东西？现在慢慢的把它抠出来看一下。哎呦，哎呦，还在动，看见没有？在动了。你看，哦。看看看，哟，出来了！哦哟，哦哟，哦哟，好漂亮一个，一条七星鱼，你看。好漂亮！哦呦，这个洞有点深，估计里面还有东西。
发现，快过来看。你看，新鲜的，新鲜打的篱笆，你看，估计里面肯定有大货。看一下，哇，东西出来了，看，看见没有？东西出来了，看，哦呦，你看，这些篱笆，看，看见没有？新鲜打的，看见没有？这一共，这边有一共，哎呦，好深呀、啊，又硬，你看，这些地方爬硬了，你看，哇，这什么？哇，哎，死了。沉底了，哎呦，活的，缩了，缩进去了，哎呦，出来了，哎，看见没有？哎呦，这啥东西？看，动了。站进去了，继续挖。好硬的壳，你听，听到没有？你看，挖到这个洞穴底部，高兴坏了，把它抓出来看一下。哎呦，出来了！看，哦呦，哦呦，啥东西？你看，你看，朋友们，你们有人认识这种是什么鱼？你看，你看，它的身体是白色的，看见没有？包括它这些鳞甲，全部是白的。完全不一样，你看见没有？看，哇，太怪了！哎呦呦，你们有认识的这种鱼的，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。你看，让我洗一下用水。你看，白色的，看见没有？到底是什么鱼，我也不认识。收获还不错，抓小龙虾，你看，意外抓到一条七星鱼，还有一条怪鱼，这条鱼太怪了，我也不认识。海皇鲍鱼干贝 XO 酱秘制独家配方，以十多道的严谨工序，将严选大干贝、珍珠鲍，还有呢石斑鱼菲力来入酱，制作皇家品味的口感。您可以扫描 QR code 或者直接到快点购的网站购买的话，记得要输入 CTI567，就是辣鸡的推荐代码。